你说这个 NJM 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？什么 NJM？ 我怎么没听说？这我也说不清楚。嗯，你看这个是不是念这样？嗨，那不是 J， 那是 I。你爱什么呀？你爱？你看 ，N I M 是法国一家很大的服装公司。啊，您说吧，怎么了？哦，他们给我发来了一份传真呢，说他们这个 N I I 啊，这个英文我是真不懂，要是俄文呢，那个小说我都读得懂，您就快说吧。N I M 怎么了？他们说啊，第一季度他们在中国大陆的市场销售额下降了十几个百分点，他们认为是有伪造的产品占领了他们的市场份额，希望我们配合他们查一下。这事儿有点难，不是我不查，我得有人有经费啊。我那抽屉里到现在还压着2000多块钱的发票，报不了，就天天在外边跑，就凭那几个工资，一分钱的补助都没有。行了行了，少发牢骚，去找老五摸摸情况。我还去找人家，回回都让人白干，一分钱的报酬都没有，这算什么呀？哎，你给菲菲打电话了？总是不在服务区。好，他说他在青岛。他给您打电话了？啊。哎，老爷子，他说什么了吗？啊？我要真能把襄阳广场拿下来的话，也是为咱们全市人民办了件大好事啊。上面风太大了，有点冷。如果这事儿成了，也有你的一份功劳啊。跟我没什么关系吧？恐怕到了那时候，我都已经不在了。你怎么说话那么不吉利啊？不在这个城市了。你得赶紧弄钱呀。是啊，我现在恨不得把自己分成八瓣儿。有一条路来钱特别快。什么？国际名牌的服装在市场销得特好，而且有40%都是假的。这个是不得要求技术水准很高啊？这还不简单，有的是要倒闭的服装加工厂，条件技术都不差的，我们就要盘过来，下订单出标版，而且最后的商标我们自己做，然后卖给那些服装商服装店什么的。我算过，让出零售商的利，我们大概能赚500%。500%？这么好的事儿怎么别人不去干啊？你怎么没想想，谁有你那么大的财力啊？300-500万的资金足可以把这个市里所有的伪造名牌的作坊都打垮了。等一下。喂。哎，我是，我知道，我没干嘛，我在玩呢。我合适吗？哦，明天啊，联合大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那好吧，我去吧。哎，好吧，谢谢你。嗯，再见。是他吧？给我找了个工作。他对我还挺好。是啊，他这个人本来就挺好的。嘿，你是不是？他挡了我们的路。
你真想好了，我不要求你。哎，什么事儿啊？车呢？修呢？你不是要换辆吗？正是用钱的时候，算了，什么时候有余付钱再说呗。让你跟着我受苦了。说什么呢？我是你弟弟，这是咱们哥们儿自己的事儿。媳妇儿怎么样？回家了吗？一物降一物啊！我跟你商量点事儿。嗯。那我可就开始找工厂了啊！这事儿啊，你还甭掺和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是那么想的，他们早晚都会盯上你的，到时候也把咱们一网打尽了。你别太多心了，盯上就盯上了，他有什么证据啊？关键是现在咱们缺人手啊。实在不行，我自己亲自来呗。那太危险了吧，顾不了这么多了。我为这个项目付出的东西太多了。哥，你放心，你肯定能成功，我信你。哎，对了，啊，司仪那边我一直觉得有问题，我很担心他。你真的没把咱们的事情告诉过他？没有，司仪自始至终什么都不知道。
兄弟啊，你听老哥跟你说，啊，这女人呢，她是要哄的。哎呀，五哥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你不明白，当初我跟你嫂子分手的时候，最让我受刺激的一句话，你猜是什么？什么话？我跟你过了这么多年，你就没哄过我。当初我不以为然，可过后一想啊，人家说的没错。菲菲呢也这么说我，可是我学不会啊。你说这腻腻歪歪的话，我就更说不出口了。谁天生就会啊？不会咱学呀、啊。嗯，累了点儿。错过一个自己喜欢的人更累，心累，真错过了，想学想改啊，来不及喽。四姨，四姨，四姨，谁呀、啊？我。哦，是你啊！深更半夜的，有事儿吗？啊，我来看看你。有什么事儿吗？司仪呢？回家了。什么时候？白天。哦，你看着他走了吗？是我送他上的车。哦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儿。对不起啊，打扰你睡觉。
儿子，妈跟你商量个事儿。您说吗？整天卖这破鸡蛋，我都烦了。你也知道，妈卖鸡蛋又不是为了挣钱。那您想干什么呀？要不然我给您找个学校，跟他们商量商量，返聘您继续回去教书。别教了。啊？我教了一辈子。哎，儿子，你说妈卖报纸、杂志怎么样？这现在这书呀、报呀，都花花绿绿的，挺好看的。再说不花钱，知道那么多国家大事儿。天冷了，还有个亭子能避避风，怎么样？行啊，那我去帮您问问去。那你可给妈记着啊。菲菲这两天怎么没到家里来？你又欺负人家了吧？妈，她辞职了。什么？这么大的事儿你也不告诉我？他不让我告诉你，怕您操心。赶快叫菲菲家里来。这两天他去外地玩去了。出去散散心也好。那你怎么没陪他去？笨蛋。妈，你甭说了，我走了。一说正事儿你就走，去哪儿？不是，陈浩啊，约我今天去打猎。去吧。晚上呢，我可能就不回来吃饭了。去吧，那菜我都给你。滚蛋。那行，妈，我走了啊。瘦了，想吃点啥？这两天连饭都没吃好吧？不管以前是怎么了，是你的错还是我的错，既然你回来了，这事儿过去了，咱们还像以前那样，我保证什么都不问了。待会儿咱们找个地方聊聊吧。干什么呀？还聊什么？好好好，聊聊聊聊聊。哎，这发展是硬道理嘛，这是中央的精神。我早就跟你说，你呀还就抱着那个什么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在考虑问题，不行，你得发展的看。哎。行了，我的态度就是这，你考虑吧。好了，再见。喂，谁啊？你现在在办公吧？说话方便吗？啊，你说吧。我面试通过了。如果晚上有时间的话，我想请你吃个饭。不，这顿饭我一定要请。不是，我是怕欠你太大的人情，晚上我会睡不着觉的。哎，不行，今天晚上我一个重要的会，一个关于香河广场的会要开的。哎，别，你千万别等啊！哎。这个小丫头的话讲一半。你们好，欢迎光临，请。请问两位是用餐还是喝饮料？先要两杯柠檬水，别的待会儿再说吧。嗯，好的，请稍等。说吧。这么多年，
我从来都没有问过你是做什么生意的。你愿意告诉我吗？我做什么生意你不知道吗？我跟大哥做酒楼，做超市，这你知道啊。还有什么？没有了。真的没有了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只是想知道，除了超市、酒楼，你还做了些别的什么？你有病啊！不是告诉你了吗？我没做过别的。三岁起我们就在一起，你是我最亲的亲人。我希望你能老实的告诉我实话。你怎么了？那你哭什么呀？是不是谁跟你说什么了？没人跟我说什么，是我自己看见的。看见什么了？我看见一个仓库。仓库在哪儿啊？在山里。程江，你别骗我了，你到底都干了些什么呀？啊，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？我什么也没干。什么仓库啊？你看错了吧？那营养素是怎么回事？营养素，温饱奶粉和幼儿园的孩子，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吗？你少胡说！你还是不跟我说实话，你打算骗我骗到什么时候啊？你疯了吧你！你知道这是多大的罪吗？你往我头上按。罪不罪的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你干了伤天害理的事儿，这种事儿你一个人是做不了的，肯定有人指使你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大哥？你是不是疯了你？你怎么又扯上大哥了？我们分了，早分了。那都是你自己干的了，你别骗我了，我全都知道，全都看见了。我不敢面对你，我不敢面对所有的人，我不敢问，不敢说，我甚至都不敢想。我喜欢过舒服的日子，但我更害怕心里不安，那我宁肯什么都没有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想让你去自首。你疯了，你绝对是疯了。我什么都没干，我自什么首啊？你还在骗我？程江，你是不是疯了？钱就那么可爱吗？为了钱就可以什么都不要吗？你千万别跟我这么说话，听见了吗？钱可不可爱你自己知道。你的车，你的衣服，你做的头发，哪样不需要钱？哪样需要的钱少啊？就这两杯水，要多少钱？你问过吗？你能过上今天这日子，不需要钱吗？你整天在外边晃晃悠悠，也不需要钱，是不是？我知道。你挣钱给了我花，我一辈子会记得你的好。但如果只是为了我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从今天起我不要了。我们干干净净的做人，可只是为了我吗？陈江，你不要跟我说你自己不爱钱。好了。
不说这些废话没用。你是不会去自首的，对吗？从今天起，我搬到妈那儿去住。我不会再要你一分钱。我要和你离婚。你不用去找我，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我放的枪，哎，喂，哎呀，真笨！哎，这边，这边，哪儿呢？哪儿呢？哪儿呢？这儿呢？哪儿呢？这肯定是我打的，我打的，我打的。你看，你看，子弹的方向。你懂没有？顾总同意，就说你们两个都很痛苦。还是采取联合开发的方式，啊，这样呢更有助于我们吸引更多的外资。哎呀，太香了！来来来来，啊，好，嗯，嚯，太舒服了。就这样，你还不愿来呢？啊。程江最近干什么呢？不知道。我跟他分开以后就各忙各的，有时候在我妈家能够见他一面。你们他干什么呀？我前两天去看他，这小子太鲁莽，不管不顾的。我怕他捅娄子，有空你多帮帮他，累着点。哎，你跟狒狒联系了吗？哎呀，我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，总是不在服务区。后悔了吧？如果你当初不对人家这样，为什么他一个人跑出去散心去？我真挺想。打扰一下，你要喝点什么吗？不用了，我在等人，待会儿吧。好，那你慢走。哎，婷婷，小王。哎，怎么样？睡了吧？好好睡啊，明天上班。我还在这儿呢，我都快饿死了。什么？不是说好了不见不散的吗？哎，你呀，小姐上菜。小王，哎，你先回去吧。好的。
有事吗？你出来一下。怎么了？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。什么事儿这么神秘？那天那辆车我查出来了。好啊。是康泰公司。康泰公司？是程江那儿？我也有点害怕。不会是他吧？程江跟老杜有联系，这很正常。哎，他认识蒋来顺是有些巧合呀。啊，我说宁波，你们是朋友了，你对程江了解吗？那也仅限于小时候，这些年各忙各的。不过他能做出这样的事儿来是有可能的。现在我们的顶头上司就是他父亲程九泰。是啊，我也在想这个事儿怎么办才好。查，只要能拿到证据，查出了娄子我顶着。你准备怎么查程江？我想通过税务先查查他的账。这个办法可行。这一段我把几个案子联系起来想啊，是有些相似之处。这个程江有那么大的能量吗？怎么了，局长？我不傻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你是指程浩？程浩绝不会干那种事儿，我以我的人格担保。不可能最好啊，我就是给你提个醒，不要因为菲菲的事儿，因为你们之间的情谊，影响了你的判断力，影响了你的工作，啊。哎，这您放心。你是不是跟菲菲闹别扭了？没有啊。没有好，没有就好。哎呀，你看，这个爸爸和女儿啊，总不像妈妈和女儿那样无话不说呀。我又是个粗枝大叶的人，很多事情对他是操心不到的。菲菲不容易，再怎么说，她也是个女孩子嘛。你应该对她多体谅。哎，你看他这几天不在，我就想啊，等他回来，我给他做好多好多的好吃，让他高兴。可想来想去，哎，我连他最喜欢吃什么都不知道。哎，你别不吭声啊，我估计你也不知道嘛。喜欢吃什么，喜欢什么颜色啊，什么血型啊，什么星座，这不都是你们年轻人最讲究的？我哪顾得上那些？那你该不会连他的生日也不知道吧？那也没这么过分。嫁女儿啊，当爸爸的最想给她找一个，哎，知道会让着她的，哎，知道会疼他的。可你啊，一样都不合格。我改。至于吧？啊，就是挺感人的嘛。
它不就是一把花吗？一把花就是一个心意，要的不是花，是心。嗯，赶明儿我也送您一束，就怕您不要。干嘛不要？这世界上呀，没有一个女人不喜欢别人送花的，包括老太太，就是齁贵的，怪心疼的。开始反省了吧？看来我以前做的真不够。岂止是不够啊，那叫不对啊！也没你说的这么严重啊。认错态度不够端正。那都是小孩玩的，大人哪知道这些？嘿。O 型血，天平座。喜欢藕荷色，喜欢吃水煮活鱼。你怎么全知道啊？废话，一块待了四年，傻子都知道。你干嘛呢？不睡觉？妈，我小的时候那种纸鹤怎么叠的来着？你发什么疯啊？干这个，来，你赶快教我，啊，我都忘了。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给菲菲啊。你笑什么呀？你这呀，叫平时不烧香，临时抱佛脚。那行，您还是走吧，我自己来吧。我帮你叠几个，不是看得多点吗？那你还挖苦我？从账面上来看，肯定有问题。但是要进一步调查取证呢，又有一定的难度。可是又不能跳过去做。啊，这个你不要有顾虑。必要的时候啊，我会和程九泰摊牌的。哎，宁伯，那个恩什么公司又给我发传真来了。怎么样，他们满意了吧？他们说呀，这一个月来在中国大陆的销售额没有什么回升，而且在咱们这个市下降的幅度还更大。这不可能啊，那些造假窝点我们全都捣毁了。人家就怀疑这生产基地在咱们市啊。这就出了轨了，这不可能是越打越多了吧？我就是告诉你这个消息，你是打假队队长，你可以走了。你等等，我可告诉你啊，菲菲可能今天回来。是吗？他没给你打电话啊？哦，他没说具体时间。啊，这算我没说啊，算我没说，你们俩的事儿啊，我不掺和啊，不掺和。就会受什么样的伤？算了吧，兄弟，失去他又能怎么样？只不过多了一份感伤，少了一份年轻时的模样。不了吧，欲望是坚强背后的一束光。算了吧，漆黑的夜，我们一样惊慌。长长的生活。
辛苦苦地寻找着幸福与理想。怎么样？有了什么样的风光，就会受什么样的伤。算了吧，兄弟，失去他又能怎么样？只不过多了一份感伤，少了一份年轻时的模样。服了吧，欲望是坚强背后的一束光。